我们在附近这个大湾仔的业，真的？对对对，安静安静安静一点。但是我过来其实有一个任务，就是三是蛋挞，五盒。几点钟过来拿？如果是可以外带到我们的店就好了。真的吗？对呀，那客到才付款可以吗？ 送货在付款也可以的。那送过去的时候付款呢？我要找哪位收银还是哪位？除了我以外，最好就是问陈小春。谢谢孙哥，请我们吃蛋挞呀！OK， 孙哥，请吃蛋挞，有了。尽快送到我们的店。好吗？好，谢谢谢谢。好，搞定，小麦小麦。哦。哎，搞定。知道要多少钱吗？哼，不关我的事，因为付钱的是陈小春。